你们封印奥特曼干什么？赶紧把他们解冻！想让我们解冻也行。路飞，你们找到我们冰封的奥特曼？找到被你们冰封的奥特曼？可是加坦吉尔冰封过谁呀？这么难的问题就交给我了。你知道是谁？当然知道了，那个奥特曼就是梅加诺吉厄、加高尔贡、泰塔斯奥特曼、赛文加、雷杰多奥特曼、超级智盾死年、阿伯拉斯、哎，迪迦奥特曼。加坦吉厄，你石化了迪迦吗？天前照谁也不眠，提笔惊扰诸位座，回忆难写，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你。答对了，你现在能解冻我们的奥特曼了吧？我说话算数。怎么才解冻了四分之一啊？不是说答对了就能解冻了吗？你们才答对一题。这么说我们还能找剩下的吗？没错，找到我石化了谁呀？石盾，你们知道他石化了谁吗？我记得好像是平成三杰之一。是干牙还是干亚？别急嘛，等我把他找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雷德王 B、 皮卡斯、机械索菲、高古安东拉、机械艾斯、达达、戴拿奥特曼。石盾，你石化了是不是戴拿呀？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大声风雪吹不散花落。还真是戴拿。戴拿给你找到了，赶紧解冻奥特曼。对，解冻奥特曼，解冻奥特曼，马上就解冻。太好了，解冻一半了。赶紧继续呀、下一个怪兽是怒吉艾尔，他石化过谁呀？我知道，金骨桥、超级智盾死联、格斯拉王、M 一号、赛高古、U 二卡特里加奥特曼、三 D 卡银河奥特曼、混沌马塞尔加斯、梅加诺杰厄、横板卡、霍、欧布奥特曼、奇卡斯、特里加奥特曼。维特利奥特曼是银河，是维特利。啊，怎么答案还不一样呀？肯定是我的银河正确啊！肯定是我的维特利呀、银河，维特利，银河，维特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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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是炒的时候吗？你的维克特利，你的银河都胜胜不就行了吗？陆佳雅，你石化了银河吗？那你也石化了维克特利吗？石化的奥特曼啊！嘿，我石化的奥特曼。